的好朋友，这个单元我们会介绍生命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。在生命教育教学活动中呢，我们会设计一些很特别的这个活动，让学生去体验，让学生去感受，或许这样的印象更深刻，也更有趣味。今天介绍这个单元叫生生不息，我们让他种种芽菜啊。我们常常说生之喜悦，除了让他们算算自己从小到大花多少钱啊，去看看一个胎儿出生的经过以外呢，我们可以让他当作绿手指。这个活动呢，我们先给每一个学生一包木树的种子，请他们准备一个空的保特瓶。那每一个学生我就发给他们一包种子，还有一块纱布。那请他们就泡在这个水里面大概半天，然后把这个水倒掉。因为这个纱布就方便把水倒了以后呢，种子不会跑出来。就告诉他们，你每天3-4次给它冲水，让它种子保持湿度，可是不要泡在水里。很惊奇哦，半天以后那个种子就会膨胀，那么一天他就看出那个种子长出个小白点，那就发芽。孩子们很惊讶，我怎么一觉睡醒就有发芽了呢？他们都像宝贝一样带进带出，在校园里面碰到你的木树长得怎么样，就掏出那个罐子大家比一比看一看，蛮有趣的。这是种了4天以后的木树，差不多长到了6-7公分，当时是白色的，一晒太阳它就变成绿色了。大概1星期以后呢，满满的一瓶，蛮重的，又茂密又重，他们都会带一罐来，我会给他们打个分数，那个又茂又重的 A++，那重半瓶的大概浇水浇得不勤劳，好，有个学生，特别的茂密，我说你的怎么长得这么好？老师，我有习惯每天听古典音乐，我的木树都跟着我听音乐。确实哦，给他听音乐，跟他讲好话的木树是长得特别的旺。那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呢，我会准备果酱，会准备吐司面包。同学，品尝一下你们的作业。那通常这样的一瓶木树，我们会去用冷开水冲洗一下，再把它水滴干净，然后用剪刀把它剪开，就像这样子放在这个盘子里面。那我特别要介绍这是我的助理琼辉，那么他来给各位示范我们怎么样的品尝。琼辉，麻烦你好不好？我喜欢跟他们买全麦的吐司，我会请他们先涂果酱。学生会说，老师我不敢吃生菜，我觉得臭脆米你知道吗？我说，我们要自我超越，每一种经验，我们都要获得。你可以尝一小口看看。有的学生说，老师我不太舍得吃我自己的孩子，我说那没关系，吃同学的好了。他们很勉强的，来试试。我说你可以果酱涂多一点，木薯放少一点，其实这是一个健康早餐的一个吃法，今天我们用的是蓝莓，他们咬了一口说，老师脆脆的还蛮好吃的哦。当他们在大快朵颐的时候，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个木树呢，它叫阿法法，它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。 一般来说如果生吃的话，我们可以完全吸收，不加热的话，可以完全吸收。同时它有非常好的植物性荷尔蒙，同学都觉得很高兴。那么全麦吐司它也算是粗粮，有的同学第二天告诉老师，昨天吃了这个木树全麦吐司很顺畅哦。确实，我们增加胃肠的一个蠕动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学活动，孩子可以很惊讶的看，你看这么小小的这个木树种子，但是呢它就可以长得这么快，那么它吃起来又那么可口，对身体又这么好。所以他们说，老师种子到哪里去买呀？我也要来培木树，我自己早餐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很简便丰富，那么很好的这个早餐。最重要是他们体会到父母亲养育我们很不容易。我这个星期培木树我就带进带出，担心它长不好，担心它水分不够，看它长得很旺盛我就觉得好高兴，看到它晒了太阳光合作用，那个绿叶都长出来很茂密，他们觉得很好。
我跟他说这也是很重要的马的饲料啊，他们种在那个地上的话有时候可以长到半人这么高啊，马是很有能量的一个动物啊。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活动设计，我们叫生生不息。